你有证据吗？ 对啊，我没有证据啊，不知道这份录音算不算证据呢？ 跟老师说了吗？没下课不能走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是关机啊？我知道了，小广告，小广告上一定有信息。这儿。走。哎，那个小广告原本就在这儿的呀。不是，别的地方还有贴吗？ 我记不清了，当时没注意啊。那广告长什么样？大小、颜色都什么样呢？这记不记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记得上面写着演员试镜。真的，我也不记得了呀。哎呀，我不记得了呀。阿姨，阿姨，有一个那个小广告，上面招女演员，您见过吗？我们没看见，对不起啊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再看到类似的小广告，你还能认出来吗？ 嗯，好，大家分头去找，有看到类似的小广告都联系申友美。好，走。没事，走。同学，你快走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这是签约多少户？别提了，我当初稀里糊涂就签了，那根本不是份合同，就是份卖身契。啊，这么严重？是啊，我交不起违约金，只能给他们当牛做马的。他们让我假装摄影师给人拍照。 忽悠别人入伙，说拉来100个人，就同意跟我解约。难怪你拍照动作那么不专业。说，你已经骗了多少人了？嗯，一般人听到交钱就走了，你是第一个回来的。但我没打算骗你啊，我早就想告诉你让你走了。那。 你也是因为想当演员才被骗的？俺是河南农村来的，高中没念完，家里都供不上了。老祥说带我出来打工，俺从小没看过海。老祥说请到有海，俺就来了。来了看那广告出价挺高，就谁知道嘛。 帮我个忙，把手机借过去。没有啊，兄弟们。同学，你在回收空瓶子，不里面多着。你好，大爷，您有没有看到那个剧组的招工广告？就一个小传单。剧组啊，招工？对对对。哪个正经的剧组在学校周边招工啊？ 小美，过来，是不是这个？是啊。大爷，这还有吗？打电话，打电话呀！电话是什么呀？你就差一个数字一个是啊，快拿出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妈，想清楚了啊！来，把合同签上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就带你去见造型师。 导演，这个合同上写着1000就是50年，那50年以后我都70岁了，还能一直当网红吗？你放心啊，17岁有17岁的魅力，这70岁啊有70岁的风光嘛，啊，只要你一天是公司的员工，那我们会为你负责一辈子。哇，那么好的，难怪啊，你们合同的违约金要1000万这么高。 而且上面还写着，在公司期间不能私自接其他工作。看。
看来是真的打算要负责我一辈子了。你先把合同签了，细节可以调整，可以调整。哦，可以调整，那也就是说，合同内容后期不作数呗？怎么不作数？灵活操作，你懂吗？年轻人不懂得变通。他签的也是这份合同吧？喂，你好，请问张曼儿在吗？你别这么说，这么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你傻呀？对啊。你就说那什么，你说你想做演员，要去试镜，问他们地址在哪。啊，我演技不行。不行也得行，现在没有别的女的了。今晚上怎么办？怎么没女的了？谁呀？傅小颖啊。来电话。哎，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喂，哎，您好，请问那个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哦，打扰了啊。哎呦，烦死了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试镜的导演吗？您是导演啊。那个，我现在想来试镜，所以想问一下你们具体的地址在哪儿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赵曼儿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无知者无畏，他不是胆子大，他是脑回路短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损他？快想想怎么办吧。咱们冲进去吧，里面也就三个人，咱们五对三，他们输定了。要不我先进去，我就说我是来试镜的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叫你们进去。也是啊，我们只是猜测，如果张曼儿没事儿，那这就是一个误会，我们这么冲进去这太不合理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去。金永美、付小颖，你们两个跟我来一下。我要是签了这份合同，如果你们一直不派工作给我，那么在50年内，我想要继续找工作的唯一机会就是支付给你们1000万的违约金，对吗？他们是不是这样跟你说的？我想自己出去找活干，他们说我违反合同，让我交违约金。不知道警察和律师看到这种合同，对方会怎么说呢？没错，我们这个合同就是有不平等条款，有本事你告我们呀。我保证律师见了这个合同也无话可说。你小丫头片子还在这跟我耍小聪明是吧？我在外面贴了那么多的广告，傻到被骗摩卡费用的一共没几个人，我骗你一次多骗你几次怎么了？你有证据吗？对呀，我没有证据啊。不知道这份录音算不算证据呢？